送李少府贬峡中，王少府贬长沙。高适：接君此别意何如？驻马衔杯问谪居。巫峡啼猿数行泪，衡阳归雁几封书。清风江上秋帆远，白帝城边古木疏。胜待及今多雨露，暂时分手莫踌躇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此次离别不知你们心绪何如，停下马来饮酒饯别，询问被贬的去处。巫峡猿猴悲啼，令人伤心泪下。到达衡阳后，让大雁为我多捎来几封书信。秋日，清风江上孤帆远远飘去，白帝城边古木参天，枝叶扶疏。当今正逢盛世，朝廷是会普降恩泽的，我们只是暂时的分离，不要烦恼悲伤。再读一遍：送李少府贬峡中，王少府贬长沙。高适：接君此别意何如？驻马衔杯问谪居。巫峡啼猿数行泪，衡阳归雁几封书。清风江上秋帆远，白帝城边古木疏。胜待及今多雨露，暂时分手莫踌躇。